当我们以一颗的心的，以一颗喜乐的心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天新天地宣在天上的时候，他也会欢喜快乐。所以我盼望我们所心地所爱的家人，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以一颗喜乐，还有活泼的盼望，让我们来陪伴他走最后人生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主将来必在天上，我们必相聚和相见。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的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的开声，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所爱的心灵弟兄的家人交在主的手中。等一下我们会送新弟兄走他在地上的这一段的路程。那那个火化场呢，也就是在我们出大陆门口之后转左隔壁的那个政府火化场。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会先瞻仰仪容新弟兄的仪容。那过后呢，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先到外面去等候，因为工作人员需要为新弟兄就是进行那个代官的一些的手续所以我们现在就先进行这个赞扬仪容的这个我们请家人先来。
请问这照片。
安慰他家人。